生与育的人。Very test。可是这个就容易干扰。Very test。我跟主编讲过之后会干扰就不要。对啊，你讲一下，我听一看清不清。小郭。要吗？我跟他讲。
干垃圾啊？你们写好了吗？主席啊，会议询问了，什么时候要开始开会？好，快要宣，快要开会了，请黄委员。现在已经9:05了。好，了解，谢谢。其他委员会要来参加，我们都欢迎，大家就坐下，有什么话好好讲嘛。行，行，行。好。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人11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6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5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17年12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1时37分，下午20时至3时57分。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9时1分至12时25分，下午1时39分至3时42分。地点：红楼362会议室。出席委员魏元志扬等12人，列席委员孔委员文吉等4人，列席官员。12月19日。监察院秘书长傅孟荣等人，12月20日，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主席您召集委员为周报告事项。12月19日，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监察院秘书长列席说明及立法计划，并被质询决定报告及询的完毕。讨论事项。12月19日，星期三，审查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监察院主管收支部分。本日会议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由委员吴元志扬等11人提出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监察院主管（不含审计部及所属收支部分）。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第60项监察院，第4款财产收入，第67项监察院，第7款其他收入，第68项监察院均照列。二、税出部分，第6款监察院主管第1项监察院原列7亿8823万4000元，减列第1目一般行政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3目调查巡查业务8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23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7亿8593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3项。中华民国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监察院主管（不含审计部及所属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本日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12月20日，星期四，继续审查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法务部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及法务部矫正基金、矫正机关作业基金收支部分、毒品防治基金收支部分及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财团法人福建更生保护会及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2008年度预算书案决议。一、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法务部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与税入部分，第2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95项至第130项，除第101项、127项无列数外，其余均照列。第3款规费收入，第84项至第106项，除第89项及第105项无列数外，其余均照列。第4款财产收入，第107项至第143项，除第119项无列数外，其余均照列。第7款其他收入，第170项至第143项，除第109项、第142项无列数外，其余均照列。税出部分，第12款法务部主管第1项，
法务部原列168728000元，除第一项一般行政项下业务费中特别费1178000元及第三目一般建筑及设备第二节其他设备项下资讯软硬体设备费1亿2601万元保留送院会处理外，简列第一目一般行政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暂改列为168628000元。本项提案事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另通过决议32项。第二项，司法官学院2亿9476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项。第三项，法医研究所1亿6431万8000元照列。第四项，廉政署4亿6458万3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7项。第五项，矫正署及所属133亿2256万8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11项。第六项、第七项均照列。第八项，台湾高等检察署11亿2834万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第九项至第36项均照列。第37项，调查局59亿2238万1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5项。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法务部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法务部矫正机关作业基金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及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均照列。结缴公库净额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照列，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通过决议2项。本案审查完毕，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出席说明。三、毒品防治基金部分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基金来源及基金用途部分均照列，基金余处名员照列，结缴公库净额无列数。本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由需由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出席说明。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108年度预算书案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均照列，结缴公库净额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固定资产投资照列，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财团法人福建根生保护会108年度预算书案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均照列，结缴公库净额及转投资计划无列数，固定资产投资照列，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财团法人台湾根生保护会108年度预算书案业务计划，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均照列，结缴公库净额转投资计划均无列数，固定资产投资照列，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法务部函送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犯罪财团法人福建根生保护会及财团法人台湾根生保护会108年度预算书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林召集委员为周出席说明。本日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有。没有的话，没有，宣告议事录确定。好，现在有委员提案，第一个提案是
针对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主席啊，先会议询问好不好？好，请黄委员。中央赵义成不是应该先询答吗？询答完才进入审预算啊。啊，现在有委员提案，我们先来。啊，所以现在委员提案是什么？现在委员提案是要剥夺其他委员想要质询的机会吗？我们之前过去要处理提案，你也是询答完了以后再处理提案啊。我们先来处理提案哈。对不起啊，主席，请你回答问题好不好？我就是告诉你，我现在处理提案呢。啊，对啊，但是你如果按照顺序的话，你不是应该先询答完再处理提案吗？那请问各位委员，我们先来处理提案，大家有没有意见？有啊，我有异议啊。好。表决哈，那我们就来表决。对，赞成，我们先处理提案的，请举手。全数三，对，在场多少人？在场委员，在场委员11人，不含主席，赞成者10人，有10人吗？不含主席，好，多数通过，那就请宣读两份提案。对不起啊，主席，请注记，我反对。好，请注记黄国昌委员反对。第二个，我可以继续会议询问吗？好，请说。我们现在有这个会期，到今天应该是倒数第二天委员会的进行了。那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理解，之前中国国民党为了要去说促转会是东厂，要成立调阅小组。那我们调阅小组也成立了、啊，问题是这个调阅小组从10月成立到现在，没有开过任何一次会，这个是在做什么？这个是在打假球吗？还是说发现自己认为主张促转会是东厂这样的主张，在看完调阅资料了以后，根本没有办法正立，面子拉不下来？所以干脆不要着急，不要开会。主席，我们现在处理预算程序好不好？对，好，现在处理预算程序。现在先处理预算程序的。好啊，黄国昌委员，我是调阅小组的召集人。如果然后你为什么不着急？你要质询我，好，那你的质询我在记者会回答你。好，不用在会议回答你啊。我们现在要出事啊！啊，你为什么要在记者会回答？你有勇气面对，就在这边回答。成立了调阅小组，也讨论了调阅要点，然后你作为主席连开会都不开，12月31号就要终结嘞！啊，你不是在打假球，你是在做什么？好，简单回答你。第一个，我们所有调阅的资料，促转会都无法提供。当时昨天提案的结论不是你们有同意吗？预算程序啊。民进党不同意啊！好了，我回答到这里为止啊，谢谢。主席啊，这这这，我叫你到底在回避什么？在怕什么？自己成立调阅小组当主席，自己不敢开会。好，没有办法接受检验，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宣布提案。从来没有打假球啊！提案一，案由针对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拟请全案保留，并同委员提案送院会。二，本会负责审查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公务预算案部分。你还敢成立调阅小组调不到的东西？那当初调阅的内容不是你们也都签字同意的吗？全部都放在501啊！关于促转会并无经过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程，难道不对吗？因此提案时将108年度促转会预算全数删除，等新院长提出，新主委经立法院同意后再予以审查。提案人委员吴志扬等宣读完毕。好，大家对于第一个零提案的意见。有没有意见？两岸并存。两岸都送委员会。有没有反对意见？反对。有没有反对意见？反对。好，那我们来表决。表决好。
好，两岸并存送。两岸并存啊？什么叫两岸并存啊？这两岸根本就相互矛盾的，要如何两岸并存？什么叫包容？现在是国民两党讲好要打假球，是不是？主席，我要求表决啊！什么叫两岸并存？黄委员，我会进行表决，好不好？来，我们来表决第一案，赞成的举手。这个保留啊。两岸并存。两岸并存，受不成会。两岸并存的。不行啊。好。那我们主席在这边修正哈，我们就两岸并存，送委员会，送委员，你们两个卖胆压力得啦。这个人请坐，好不好？两岸并存，我们送院会。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反对。好，那我们来表决。赞成两岸并存送院会的请举手。朱学文十一人不含主席，赞成九十位。现在怎样？搓好了就对了。好，蓝绿大和解就对了。打假球打成这个样子，正常。什么叫讲话小心一点？对呀、啊，对呀、啊。好，你以为你是谁啊？叫人家讲话小声一点。出题，是你耍流氓哦！是你耍流氓，我耍流氓。是你耍流氓啊！是你耍流氓的。出题，什么叫人家小声一点？出题委员十人，在场委员。你是幸福选出来的流氓是不是？赞成十人。他不是说小心，他是说小声呐、啊，哈哈。反对黄国昌委员哈，反对一人是黄国昌委员。那两岸赞成者多数，我们就两岸并呈送院会。好，执行也不敢执行，会也不敢开，蓝绿瞧好了就对了。没有主委要怎么？你要执行谁啊？你要执行谁啊？打假球打成这个样子。没有主委，这违法。你要执行谁啊？没有主委什么审啊？没有主委，主委怎么考啊？奇怪，不删除，没有出来不发，全部不删除，我吓死你们了。真委员，请坐。委员还要再确定最后的。空气哦，这个要主委，你要请。啊，你随便调一下，我是陈立甲好不好？他坐在这边陪你开会。他，我们陈立甲要找陈立甲好不好？要他们不给啊，被他们否决啊。当初要调阅的资料，你们不要开会。现在休息五分钟。全数杀球了。全数杀球。杀下球了。全数杀球。全数不在场。会吗？开会啊！没有立马诸位，会吗？诸位，全部在场。全部杀球。会吗？诸位，会吗？诸位，开马会议记录。全部杀球。会吗？诸位，全部杀球。会吗？诸位。全部删除，快马突围！全部删除，快马突围！全部删除，快马突围！全部删除。删除有没有？
现在继续开会，主席在这边宣告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对交由党团协商，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送交党团协商。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